到沈阳，我们的行程比较轻松啊。首先庆祝这次杨康啊，给你接风洗尘啊。海涛因为是本地人嘛，所以他找了个饭馆，大家先去吃饭。好，我们这节目上次没有我，很难剪吧？我真的，我晚上做噩梦啊，我做噩梦，哎呦，机器，天哪，我不在现场，没法播了，就是观众那个口碑很差。你哪来的自信？我们应该用上一期来证明一下，确实啊，这个节目少一个人是可以的。真的，你要走了？你呀、啊，真的把预算也省了。哎，我上次没他的时候拍得很顺利，真的拍得特别顺利。那你今天想做点什么呢？啊，你今天要做点什么？我只要在就好了，我不需要做什么。你现在巨白，就是你真的好白啊。嗯嗯，是因为我穿的羊羔毛吗？不，他现在已经不自信了，他要开始擦了，洗脸。不，我在家里人，我家里人都叫我美男子，是真的家里人。哎。你为什么看我？你的双眼皮都双成这个样子，你的眼珠子像是拿皮揣的吸过一样，就吸出来了，怎么回事？我能理解眼睛小的人对这种大眼睛人的嫉妒。我给你看一眼，你自己要不要看一下？不要作，好帅！不要作。这照镜子之前可能都是这样的，照镜子然后就，那看哇好白啊！假装照我，然后自己偷偷照了两下，看看到底白不白？哎，对对对！哎，这是不是快到那体育场了？没有没有，这条街不是，这条不是青年大街。哦，哎，这个地方有你的雕像呀，就那个五里河那个地方。哇塞！所以你真的你尊重一点，别什么这有你雕像，说那么轻松。这里有你的雕像啊！再开一会儿，我把门打开，我喊一下。喊什么？这里有我的雕像。哇，这是哪儿啊？广场。哦，这很漂亮，好多年了。很多年了。很多年吗？对，我在沈阳上大学。啊？读了四年。我看这个沈阳比较标志性的，你看，这么大一个澡堂子。这是澡堂、啊。这澡堂子。这是澡堂，这不是酒店。能吃饭，能唱歌，能打麻将，啥都有。哦。小点。脱发白发中心，哎，老邓，咋了？开，空啊！刚才说脱发吗？脱发，我绝对要去，植发，是吧？范大哥空了都，还好，但是稍微有点空，这块有点空。这节目叫老龄化，我仔细一下，夕阳红，夕阳真的，特别是范大哥一来，夕阳红，哇塞，哎呦，咱现在在河上，哇塞，下去打洞了，我看到冰面我都受不了，我现在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这一车啊，从桥上经过，鱼是会怕的。这一车经过得上了4万吨鱼。你们后来知道那天上了多少斤吗？5万。哇塞！刨冰，我今天就是刨冰小王子。你是没看到那几天老舅的那个黑眼圈啊？那个黑眼，已经完全没有了 rapper 的那种犀利的眼神。是不是太累了？太累了，这就不是人待的地方。五哈就跟一个黑洞一样，能把一个 rapper 给吸干。
还没到啊？真的有点远，真的有点远。海涛是不是到鞍山请的？哎呦，这海涛这顿饭不吃也罢，我觉得哈，就真的已经难受了，朋友们。我们下车吧。我可以啊。不吃好吗？对，让他来找我们可以吗？小孩啊，天天的，等一上午了。嗯。到没到啊？在哪呢？哥，涛哥，我们能不能不去了？涛哥，我们你在鞍山过来，太远了，太远了。你是在福建吗？这顿饭真的想请吗？现在人到哪了？要回上海了。福建外面，我看到哪了？到浑南了，到浑南了。到了。到了，到了，到门口了。到门口了是吧？我，那我去接你们去，我去接你们去啊！来了啊，来，我去接你们去啊！进来！你看，海涛哥在前面指挥呢，到，你看那那了，进来，往这边走，往这边，进，可以，停了，下，走了。过年好，强哥。过年好，你怎么又瘦了呢？没有，瘦了，是吧？不是，咱们要去冰上。哇塞，打一个吧，快来，这边，屋里请吧。哦，在这儿。屋里请。没有那个，我都安排明白啊。这个皮花非常棒，啊，非常棒。谢谢。哎呀，这边，好了。好，恭喜！谢谢。哎，没耶、哎哎哎哎！咋了？到东北没排面了？欢迎来讲，涛哥，涛哥一定照顾好了，我都安排明白，我都安排明白啊！你这边吃啥？吃甲鱼的给我安排，给我来一份，必须的。哎，可以吗？可以、啊，有吗？来一份 ，OK， 来一份甲鱼，份儿足性一点吧啊，足性一点啊！谢谢哥 ，Thank you 啊。看我吧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哎呀，坐吧，坐，到家一样来，先坐吧。可是给我弄暖和点呗，好嘞，空调开大点。哎，马上啊。到了沈阳，一下子感觉口音变重了。沈阳、啊、就是哈尔滨，其实没那么大的方言。沈阳的味儿有点。对，到了沈阳，东北口音重了。海涛，你能从现在开始说方言吗？就最地道的方言。就说沈阳话。行。都得说沈阳的，行啊，就是沈阳味儿。Hello， 好吃吗？哇，那个味道好。今天的，我先尝一口吧。那，雪露。咱家有，我都给你们安排了。咋还至于吃别人的？尝一口嘛，别说。菜呢？今天这样色的，做到沈阳的烤狮子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。来了之后得先吃那个拌菜，拌花菜。我的镜头。拌花菜就是一吃就开。我的镜头。因为我左边最好看。啊，沈阳啊，我坐着说也能听见。来，听沈阳咋的？沈阳是这样啊，对面的。得有水啊。哎。听一下。哎。你我们沈阳是这样的。太远了，这也太远了。我给你发微信说啊，沈阳啊有这么多吃啊，你先吃那个拌花菜，拌花菜是沈阳我们吃烧烤都得吃一下的，花菜是，确实有点倒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有拌花菜，有拌花菜，坐到，啊。那个花菜是、那个、过了，花菜过了，听见了。除了花菜呢？我们要拌饭，还有冷面。哦，冷面可以。然后我还点了外卖，我点了麻辣拌。麻辣拌，抚顺麻辣拌，麻辣拌。还点了那个甜品雪棉豆沙，那个好吃。上菜吧，哥。来吧，我说完了。菜大家都吃得到啊，但是需要还靠大家的能力啊。哎呀。
我以为这路上的这个路途的远的程度已经是不简单了，没事。